星星柠檬，天天阿泽。谢谢柠檬送的小冰球，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可以，就是我，我有上网看一下可以做什么，对，然后我今天打算做个奶冻，对，奶冻。哦。材料都有了吗？有。Hello。没有，我现在就是来做奶冻，因为材料还没到，所以就先做个奶冻这样子。Hello， 猪心当小猪耳朵，午安。可是今天应该是就是看不到成品，就可能我做好，因为要冷冻冷藏一段时间，对，所以可能就是在直播上看不到，对。但是就到时候再po出来，虽然可能长得有点丑这样，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我来介绍一下，我今天要做的是什么？不是蛋糕，是奶冻。今天要来做伯爵红茶奶冻。对，虽然我其实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伯爵红茶的茶包啦，应该会有吧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对。不过呢，就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对，那就伯爵红茶。开始思考到底有没有，听起来很赞。对，应该是还不错啦。那就粥，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，可能要先找找看。那是蜜桃茶。伯爵红茶、高山乌龙茶、金萱乌龙茶，有什么茶？幸福带乌龙茶，好像都是乌龙茶耶。看一下那边，没关系，那就用比较。我原本想说看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茶叶，但是好像。就没有，所以就用比较便宜的伯爵茶吧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用吉利丁，是的，没有，我用伯爵茶。对，原本想说用好一点的茶，可是我们家好一点的茶都是乌龙茶，因为比较喜欢喝乌龙茶。我也是，我比较喜欢喝乌龙茶。对，但是伯爵茶也是不错的。我继续点个放歌。我会不会在这边很热啊？我觉得有那种很热的预感。其他材料今天会送到吗？可能应该会吧。加糖粥都好吃，没关系，我就来。等一下。找个歌，要找听起来好会开心的歌，我看看啊。哒哒哒哒哒，啊，为什么没有刚刚在那边的？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历史。没有哎，好吧，来首适合做，对，适合做蛋糕的歌。谢谢吉米周送的枫叶，
结果我本来在这边选音乐选了很久，这样。在哪？在哪儿？推荐。每日三首啊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刚刚的一样的歌单，我找到了。选歌也是很重要的过程，是的。好的，不是我要用什么器具啊？好像没有那个锅哎、欸。我今天要做的是，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来找。我找找，先找一个好一点的容器。这个有点太大，有没有小锅啊？我们家好像没有。有一堆奇奇怪怪的锅碗瓢盆，但是就是没有小锅。好吧，那就是用这个，长得一点都不可爱。没关系，充沛了很久，但找不到好东西。对，我想买那种牛奶锅，就很小很可爱的，多可爱！对，然后我要干嘛？看一下食谱。Hello， 无道赌徒、泡泡糖、甜豆豆粒王。锅中加入牛奶、白砂糖、红茶、小火煮至牛奶250克，然后砂糖25克。哎，砂糖，我拿一下糖。那个，大家刚刚说宅配到了，但是不是我的东西，但是我要下去拿一下宅配。对，好险我什么都还没开始做，如果开始做我真的会生气。好，大家等我一下。那个冷冻的宅配到了，现在疫情在家，宅配很重要。那我先下楼，等我三分钟，拜拜。
大家好。要多忙，我真的是很忙哎。什么吃的跑比较快？是今天电梯在一楼，我要等他等很久。我家住比较高的楼层，然后平常可能在什么比较离我比较近一点的地方，我先消毒我的包裹，我直接把我包裹带过来。对，好，没事，它是冷冻的，所以我必须先消完毒，然后赶快把它冰到冰箱里面。对。为什么不放歌了？它好像坏了。我的歌呢？今天新增175例，19例死亡。好的。包裹里面是蛋糕，不是，是馒头。我才包裹。今天是就是馒头给你们看，对，歌就先关掉，什么意思？虽然我离开的时候歌有关啊。就是要来听抱歉，就不用看直播，我直接把结果告诉你们。看一下馒头店，是的，馒头店就是综合小馒头。综合小馒头随机口味，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口味。然后给你们看，一云快报小三元抹茶馒头，波娟奶茶，玫瑰草莓，黑糖甜奶酥，这啥？哎，我觉得奶茶有两个，为什么一个比较大，一个比较小？Hello， 用户名不能是空白，不然为什么它的那个大小不太一样？然后可可跟泰茶、泰奶吧，应该是泰奶，好酷哦！不想要这样拿去蒸，有点麻烦。我冰在冷冻库一下。好了，好的，我终于处理完其他事情了。那个就是馒头了。是的，好，我现在要干嘛？我节奏被打乱了，所以我要干啥呢？妈妈定的。我看一下啊，牛奶250，我要怎么用250？50毫升，250毫升，我没有容器啊，突然，怎么办？这有吗？这有，这200，那再50，OK， 就用它，做了84克卤蛋糕。我也想要
吃饭吃很多这个。有奶先等一下，我先准备好。你看我的小垫子蹭到了，很可爱。嗨，哎，我忘记盖袋子，算了。嗨，很可爱。有这边有那个凉的200克，先抄笔记，等等回来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先干嘛？但有一种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种我不知道我要干嘛的那种感觉，有点乱。对，拿走，好吧，阿仔，阿仔。有坐辆车就可以用两个，是。我看一下哦，谢谢送的小冰球。拿糖。慌乱，谢柠檬送的小冰球，还有企鹅志宏 L 水獭号一 ，Hello Hello， 所以我先来砂糖25克，好的，砂糖25克，然后吉利丁5克哦，先用吉利丁好了，要做蛋糕，但没有，我是要先做。奶冻，我差点忘记我要做什么。要继续忙了，好的，加油哦。这一片多少？10片。这一片是多少？20克，这一片是多少？10片20克，1片2克，是吗？5只，奶冻，对，我要做奶冻。吉利片都可以剪，这样一片就是吉利片是吗？吉利金片，它是可以用剪的吗？应该是可以。它做成这样子拿来剪上来干嘛的呢？对吧？2克，好的。哎，这是我第一次做甜点，说实话，今天哎没有啦，第二次吧，第二次差不多，第二次做甜点，所以两克这样子5克是没错的吧？对吧？就是不能加热酱就好了，放到我生气啊，这样手上的细菌不就都进去了？哦，我哥我刚好消毒，我有消毒。我要换歌了，直接换歌，我要换歌。换歌。换歌。
蒸蛋对，哦不是不是，我哦那是第三次了，我之前还有做过一次蛋糕，冷水泡的，那可以直接下锅热水煮吗？是可以的吗？哦，提前软化，所以好的，没事，我就冷水就可以了，冷水泡。好的。好像有点大块。是热水喝的。他说要提前软化，所以先用冷水泡。要泡多久？冷水泡的，好的，有在泡的。好的，然后白砂糖25克。它整块软的就好，那所以可以放着吗？它会不见吗？它应该不会不见吧。我来砂糖25克，我用的是赤藻糖醇，就是那个零卡代糖。其实不行吧，好吧。开始，好，我把它拿出去，还是可以把它。好的，我把它拿出来了。软的就要拿出来，好的，25克，大概多，看一下，25克好像有点多。Hello， 人好，花生什么醋？谢谢白送的小冰球，谢谢朱天送的梦幻星座。换歌。四十八届特级厨师选拔大赛，没错。25克。我直接把它放在托盘上，会不会？我可能是好了，差不多就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20克就好。我在做奶冻。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那种炖锅啊？不是炖锅啦，小火锅。在这。你要开火要小心，拿酒精进来。那拿走。对啊，吓死人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刚刚喷了大概10分钟吧，挥发完了吗？能开一点。后阳台能开一点，要不然你这么走。
那你整个门开好了，不用开那个。对了。哦，好热，好热。真的，这边东西真的好多。放到那个锅子里面、啊。哪里？锅子里面。下面啊。哦。因为我那个还没泡，所以没有在冰箱。妈妈有监督应该没事。你以为她监督没有用？做甜点还不如我做甜点，真的是，啊，就顶多就是半斤八两好吗？那今天难得就是成功一次水饺没有破掉。难得，我吃了十几年的破水饺，这是真的。我吃了，从小就在吃破掉的水饺，今天终于成功一次，整锅都没有破掉，只有一颗差，一颗差点破掉。不然平常会破个好几颗。对，只是监督有没有偷吃饼干，没有，应该是我要监督有没有偷吃饼干。因为如果有人偷吃饼干，我真的会生气。哎，他们说水饺不是很简单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我还上网搜寻各个方法、啊，但是没有用。对，他上网搜寻还是一样。我们还用什么方法？还是一样。我们有没有量杯啊？我只找到了这个、欸。量杯啊？对啊。有、啊、有吗？有。你用欧装牛奶的。多少的？要多少？250。250啊，哦，有一个很传统，很，你说两米的那种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之前有一个很丑的，嗯，啊这个啦，很丑，这个，哦哦，对不对？好啊，人家送的，他说都会加冷水，只要滚的话，都会加冷水，滚的话加冷水。后来我问，耳姨说。加三次冷水嘛？哦，是我们小时候。对啊，那小时候不是也是这样煮吗？对，就还是不。你是不是忘了？没有，我记得，就是我用一样的煮法，但是还是。对对。就是因为平常奶奶都这样子，我妈妈都这样子煮，我就你为什么沙拉？哦，我想说你为什么沙拉要冰冷冻？冰棒错了，它长得很像冰棒，你不觉得？有找到了两杯。我为了保鲜买吃，忘了带保冷剂。哦，还买冰块？啊，我就放融化。啊，不是，就在旁边而已。可是我停，我那边我不是要去领包裹吗？嗯。那边停，哎，停两次都没被开到停车费的单，怎么会这样？他说就是保持水高温，又不会一直滚，皮就不会破。就是那个水温要水高，水位要一样，是吧？专业哦，水温一直高，然后又要就是。沸腾水会蒸发，但是要保持它的水位，哦、是这个意思吗？还是啊，水温不能变，是吗？是水位不能变，还是水温不能变？水温吧，但是一样很难、啊。他们都很问号，说怎么会破？我今天没有。水温要一样，他们说水温要一样啊，就跟做实验一样啊。水温要一样，可是他就一直滚怎么样？哦，就调大火小火这样子。不是，就加冷水啊。对，我后来最后都会，他不是煮滚了以后没多久加冷水，滚了以后再加第二次，这样加三次。嗯。阿爸都是加三次，啊，我以前也是这样煮，是会破。然后后来受不了，就上网找方法，说还是破，但还是破。但我今天最后还是用回阿妈的方法，后来我不就成功了？我就跟你说，一定是我最近防疫在家都自己煮东西，厨艺有进步。他们说，不是啊，煮水饺有这么多东西需要注意吗？那奇怪，对啊。他说就是不要滚啊，就是不能让它煮滚。啊，不能滚怎么会熟？他说滚了就要加冷水，一滚就要加冷水，水温够高才会熟，所以要一直用冷水。就是滚了就要给它加冷水，让它不滚。然后又快滚了要加冷水，再让它不滚。所以，然后又快滚了再让它加冷水又不滚，三次之后皮就不会破掉，这样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水不能滚。哦，
水不能滚，就是你要让它保持水的高温。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要水滚了才能放水饺？嗯，差不多。啊，水滚，是要水滚的时候放水饺吗？水太滚会翻，对啊，所以不能中之后不能。可是我之前上网查，我不知道是说冷冻水饺呢，不能水滚了才放，它要大概中间温的到50-60度的时候你就要放进去。对对，然后还要加盐跟油，所以就不会破，加一点盐巴跟就不会破，但是一样破。我照网络上才学这个方法，也是破掉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对，是水滚前就要放吗？冷冻中间就要放，冷冻的话还没滚就要放。哦，不用等到滚哦。对，对对对，就是网络上讲一个这个方法，但我上次用这样煮破啊。他说冷冻的话水，如果放滚水温差会太大，所以会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冷冻的话要先放。那个网络那个也是这样讲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有道理，然后就这样学，然后它还是破。下次自己包两层的水饺皮好了。我也不会包水饺，你也不会包水饺。我看节目说他们就是，比如说过年都会一家人在那边包水饺，还从面团开始擀呢。我想说，哇，以前小时候有包过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包啊，对啊，我以前有包过，有啊，他们会包，我不会包啊。哦，对啦，对，没错。好的，我要放牛奶。哪一个是26？这个。好的，我来放牛奶。我们现在跟，我们在研究那个水饺，这样。是不是包水饺？没有东西可以包。要等那个，之前小时候就是阿嬷会有那个皮跟馅都帮我用好了，我才开始包。250。嘿，好，这样吗？好的，这样是250，然后要。放到锅里面去煮，重点是今天没有没破，没错，今天没有破，倒进去，倒到锅里，倒到锅里之后好像要放糖，是不是？放到锅里之后干嘛呢？我来看看啊，砂糖加红茶。好的，砂糖先放进去，砂糖，然后红茶，我来放红茶，就是红茶。昨天本来看没关系的。今天来看我煮，我现在要煮奶冻，对，奶冻，然后两包，两包大概多少？哦，好臭，我觉得好臭，两包，一包5克，10克吧，一个茶包好像5，但是它真的加5。什么东西？对啊，就很小，那个小孩涂上。可是他没有在大一号啊。请问一个茶包大概几克啊？我不会看他。找茶喝。这是伯爵味。太阳灯，好
是你吗？没有，是香的茶味，只是那个茶味太浓了，而且它长得很像咖喱粉，有吗？看到吗？没有灯，很像咖喱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有有，超像咖喱粉。这个是三克而已啊。三克，好，我们家是不是没有红茶茶包、啊？有啊，哎、欸，啊，红茶我都拿去给你了。对啊。好吧，因为爸爸都喝乌龙茶。对啊，我想说我们家你是喝绿茶还是金茶？对，啊、哦，也是乌，放我头上。啊、这个要给他丢掉吗？这个剪掉吗？不用啊，那是很可爱，看得出来是什么哈士奇，应该很明显。这很明显是叫哈士奇，这很像咖喱粉，亲下去，很可爱耶。好的。那我这牌子可以把它剪掉比较好看吗？不用啊，我的大象都留了。哎，你大象是那么大象这么小一只拖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他的出生证明。结果变咖喱奶冻。哎，是一起。当我一起。你刚刚去领包裹？对啊。我问一下，滴滴先要写作业，要先用纸签，要不还好啊，没回收。很棒哦，我很多包，我很多。道路。好的。倒进去之后。我来开火。嘿，好悠闲的料理教室，因为跟你讲这个很简单，然后就是我们时间挺多的啊，所以可能火再小一点。对，火小一点。要到它冒泡，小火煮，对，有刚发现我的态度，他们说你刚刚的很可爱，感觉年轻了二十岁，年轻了二十岁，年轻了二十岁，你也不小啊。年轻二十岁，她也不太小。哦，也不太小。不太小。轻熟女、啊。对，就二十。那也不错啊，怎么样都比我现在好多了。啊，你怎么一堆？哎、欸，我问弟弟这个要不要？他说纸箱。他要什么的纸箱？美劳作业啊。有可能。然后下礼拜我才能丢。我说哇，那我们家不就？他真的是。坐在那里没有上课。他说因为多。我说你到底要几个？他说没有啊，就多了就留着，因为做错了就还有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聪明，他都吃不小了，可以生我了。对耶，我二十岁，对耶，就刚好啊，就是你年轻二十岁，就因为我二十岁，所以你年轻二十岁刚好是生我的二十，生我那一年。哎、欸，好聪明哦。哦。有这个其实想一想就会知道，可是一般人不会那么快想到，很聪明哎。一只脚不能停。好的。他说要煮到冒泡再煮。这个弟弟不要。为什么？他到底要干嘛？他说这颜色不一样。反正我刚刚有一个大的，你刚装那只哈士奇的。嗯。然后还有你刚刚的。是冒泡关火。哎、欸，这我就丢掉了。你有帮我买调味罐啊？有啊，在里面吧。我有看到。对，啊，那个他的发票在哪？是电子发票吧？哦，电子发票吧。我觉得，因为这边没有，所以应该就电子发票。妈妈也很年轻。对，看我讲，对，很小声。对，没有，并没有。对，还可以啦，正常，正常。正常年轻。对，正常年轻。这边是猪。这是八级，没有。他说先冒泡之后，再过筛，然后再。但是我觉得不用过筛，因为
我是用粉泡的，所以不用过筛。冒泡之后再加入吉利丁。正常年轻就是差不多了。要过筛吗？可是他没有什么东西啊。我现在还没加吉利丁哦。你刚刚说你要做什么？做蛋糕？奶冻。哦哦，奶冻。它的冒泡是把茶味哦，好，那我们等它把茶味都煮出来，我就一直这样搅拌，还是要吗？有点麻烦，好吧。哦，好烫哦，救命啊！好热哦。那什么时候才要冒泡啊？我累了，用粉，我也觉得用粉的话应该就是等吉利冰片。没有没有，我看我的那个师傅，他现在就是要等他冒泡。你要冒泡了没啊？好久、哦。知道，虽然都会破，没有，我不吃水饺的，就是你就吃一颗，也是啦，有了有了，冒泡了，好的，关掉，还蛮香的，甜甜的味道，对，有了冒泡了，然后他说倒回锅里，加入吉利丁搅拌。加入吉利丁搅拌。什么是吉利丁？长怎样？长这样，就是橘络。对，就是可以让它凝固的东西。嘿嘿嘿，被偷喂。我的水，我通常他只要煮水饺，我都就是不太会去吃，不去吃，因为我不吃水饺，但是我会捡妈妈的一口来吃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发现没有容器，我们有那种布丁杯还没有回收的吗？啊，没有了，都把马上回收了。你真的是，你要。剪都要去哪一家剪？对，那边应该会有。那边我才在骂，怎么一堆东西？那你用那个嘞保鲜不行吗？小的保鲜，用碗行不行？用纸杯吗？纸杯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了。哦，用纸杯，不吃水饺是因为热量。对，不吃水饺是因为热量。你看一碗十颗水饺就要600大卡。这我都可以，这是我两餐的热量哎。或啊，严重的话就是一天的热量，真的，这样真的不行。各种挑食，我在减肥，是的，这是什么 BGM？然后嘞，然后好像这样就好了。好的，差不多这样子，然后过筛。可以直接用这个吗？应该可以吧。我看乱拿。一餐300大卡，没错。
怎么是刚刚是拿来干嘛的？这个我是拿来干嘛的？啊，放那个浩然之力。好了，算了，我再拿一个碗。来放一个。我来过筛，开始计算的了，没错，用纸杯就好，就可以直接倒扣开。倒扣开是什么意思？我来。好的，过筛。好的。然后给你们先看一下长这样，然后纸杯，我的纸杯在和妈妈学习甜点。你想多了，我在跟网络学习甜点，妈妈不会做甜点。放个差不多，我也不知道，看一下，这样够吗？嗯，我要用什么装？勺子。来吧，三杯够吗？感觉好像只够两杯的感觉。先这样，一杯少少的，好像煮。只能两杯哈，好吧。那就两杯。啊！流出来了，流出来了，长这样，感觉。感觉应该会不错。在哪里？刚好弄出来地方的东西，看不见。还是这杯？好，这杯啊。好的。把它放到咖啡口味，不是，是那个伯爵红茶口味。啊，露出来好浪费哦，应该可以再装更多，但是我露出来了，不过就这样吧，就算了。好的，我要把它放到，还是会比较多，倒过去。再倒过一点。差不多，好。这样，好的，很棒，长这样，请期待下午我的现状。
然后怎么办？我拿来冰。拿什么？冰淇淋。哦，几杯？两杯。哦，好。他说要冷藏3个小时，冷藏3个小时，所以晚上就会有成果出来的。要不要保鲜膜吗？要吗？我不知道哎，要，好要。我不知道啊，要啊，不知道。要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看一下它的教程。我来看，我找啊。在的，但是我找不到。咚咚咚，没事，我来看看。赞过，哎，竟然不是这个账号，包是不要冰箱加温哦，好。用杯子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就是很没有保鲜膜的感觉。对，好，就这样子，盖住就好。好的。不能直接用冷藏吗？冷藏比较快。我也是，那冷冻比较快，但是应该是不行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收拾。来收拾，是的，今天做的是比较简单的，对，看下礼拜会不会做比较难，晚点应该就可以看。他说3个小时也是可以，可以吗？一杯丢冷冻试试看，可以吗？他会不会吉利丁是可以冷冻，可以吗？晚餐吃甜点，是不会啦。我在在落实健康饮食这样子，那我先，可能等一下镜头可能要转过来，这个先放着。面对荣耀的战场，今天算是中分吧，是的，因为就是没有那个剪刘海，就是中分了。我在擦桌子。好的，我的馒头还在这里啊。
疫情期间物流冷冻可保存两个月，哦，两个月啊，加热可以保存两个月，馒头可以保存两个月，很棒。我的美工刀掉进去水槽里了，没关系。干脆蒸馒头好，没有给你们看，就是刚刚用的碗。对，哎，如果我洗碗的话，会不会很直播洗碗？可是我觉得我要把东西收好呀，哈，我的东西。啊，不会不好洗啊，为什么不好洗？就长这样，不会不好洗，很好洗的。就这样拿起来洗，直播洗走，很好笑。没有，只是想要赶快把我的东西收回去，就很，不然我一定会忘，真的会忘。哎，洗出来有那个哎。咖喱的感觉，因为那个刚刚不是说那个粉很像咖喱粉吗？然后它就在那个，你看有没有像吃完咖喱的感觉，很酷哦。直播，对啊，很像咖喱耶，就是很像咖喱。那个伯爵的部分，对呀、啊，咖喱吃完的感觉。啊，牛奶杯子要怎么洗啊？哦，这样啊，你看，哦，不要玩好了，对，不要玩，我是贤妻良母，贤惠。对，贤惠的人不能边洗碗边玩的。对，是一个，还是下礼拜做咖喱？不要，我不喜欢咖喱，我不喜欢吃咖喱，所以我也不会做咖喱。也没有说不喜欢吃咖喱，咖喱是我平常不会吃的东西。就是你要，你比如说今天是咖喱饭哦，我就会哦，好吧，然后会吃，但是不会，平常不会说我要吃咖喱饭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现在看起来很兴奋，谢谢。我就是看起来要贤惠，虽然我刚刚拿着杯子在玩。但是你们没看到，没看到就好了。要实在加油。就是咖喱也是因为呢，也是因为热量的关系，就是咖喱的热量也挺高，像那咖喱，没有，我没有讨厌咖喱，但是就是平常不会吃它，因为热量太高了。热量高的食物其实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好事，但是对于减肥人来说就是不是好事。对，哎，为什么刷不掉？等一下，又在计算热量。当然，对于减肥的人，热量很重要。我刷不掉哎，哦，要用背面刷。不讨厌咖喱，只是不吃。对，不讨厌咖喱，只是不吃。啥呀？怎么变成？哎，刷不掉，刷，刷得掉吗？他那个吉利丁片那个搅拌，然后就会，就会粘在上面，有点难刷掉。对。
可是要用钢索。考验贤惠的那时候的到了，没错，没事的，我等一下拿那个，就是那叫什么硬一点，那叫什么菜瓜布什么，刷吧，就可以了。贤惠上。好的。我现在正在洗碗，我第一次直播洗碗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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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把干的碗收进来，吓死我了！我要先把干的碗收进来。好的。差点干的碗又湿了，怕温热的水融化后倒掉不掉，应该说把它刮掉了。我刚刚就这样在刷那个这个杯子，然后原本想要把它拿起来，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贤惠的人，所以不能这样玩。对，我就是一个贤惠的人。是的。好，我先把其他用，再回来刷这个锅。这锅子有点难刷。在哪里啊？反正镜头拍不到。洗洗洗。我随便撒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对，反正你们都看不到，但是我刚刚自爆，没关系。我觉得刚刚比较多都是泡沫的时候玩比较好玩，现在就是用水玩就不好玩了。这好像说是什么用来？过滤油的，就是长这样，不知道，就是奇怪的道具。偷玩不讲，一直看到一云发挥老李，是的，很久没有发挥老李的部分，还不是因为就太想吃甜点。我真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都没有吃到甜点，然后就觉得很难过，然后就觉得不行，要吃一下甜点这样子，然后才会就是自己买了做甜点的东西来吃。我用菜瓜布刷那个锅子的边边，刷刷刷，好刷好刷，这个就好刷，菜瓜布管用菜瓜布。外送不能叫甜点，是可以啊，可是就想说那就趁机来做一个，就是糖不要那么多的甜点，就顺便试试看自己做。网游技术不好，武器要到了。而且刚开始。
始的时候，就是疫情刚开始那时候，几乎没有什么甜点在做外送，就是到很后面才有。对，所以呢，就还是自己做吧。我感觉还是。官方一天都说要做点点，对啊，那时候他们在那个评论区说大家都不在干嘛，然后他说我想做甜点，然后觉得到现在都还没有做过一次，哎，有啦，做过一次了，棒的。好的，洗完了，然后呢，擦桌子。对，我刚刚把抹布丢到那边。擦桌子啊！我把抹布擦到水槽里，没关系。这样子吗？擦过来，擦过来。几天没出门了？三十几天了，好像是。换首歌。十几天，好，你才在家企划做甜点，有机会，不知道哎，感觉轮到我还要很久，感觉轮到我还要很久。生不生三级那天我没出门，是的，没错。因为其实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家楼下就是便利商店，所以是真的没有出过这栋大楼。对，所以那个定位就一直在这栋大楼里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家楼下就是便利商店，所以要领包裹什么都在楼下。第二集要不要做拍做甜点？可以试试看，等我哪天突然想做的时候。下楼就可以买东西，对的，是挺方便的，没错。对啊，蛮方便的。好的，看一下这个，从简单的开始，想要做达克瓦兹，就是再研究看看呗。看你看到你双手。这样子，啊！吉利丁片，还要出门才买得到，对啊。可是其实我大部分就是买，比如说家用品，都是叫。五合一，就是因为它不是可以从量贩店买东西，所以我那什么奶油啊什么都从那边买，这叫五合一买。啊，湿掉了，我的手这边，因为跟家人住啊，所以都蛮方便的。什么？你们在干啥？你们在看？你们为什么很奇怪？看什么哈士奇？
好的。谢阳刚送的蜡，怎么穿长袖不会热？还好哎，因为在家吧，所以就还好。怎样？什么烘干的？烘干的我都拿起来了。对啊，我都拿了。烘啊！哎，我那个盖子怎么不见了？这个不见了。对，家里开冷气是吧？哈士奇，我等下拿来给你们看。但是。这什么歌啊？嗯？家里冷气修好了吗？还没啊，是我房间的冷气坏了，可是客厅冷气没坏，所以，嗯。这也跳太快到货的哈士奇，谢谢朱一当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安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刚才送的枫叶。夏天开始跟结束就要请人修，不然会找不到人修，会吗？谢谢枫叶，谢谢恰刚才送的枫叶。晚上我再带男朋友去结束。谢谢依稀的分享，这也是妈妈的吗？不是。以为是你的，是，很喜欢他，对，对他真的很可爱。谢谢一四上的梦幻星座。夏天是冷气空调维修最难找到人说的。没有，现但也没有要找人修的打算吧。有啊，之前有那个阿华疫情不太敢。对啊，这是我不敢找人来修。那你什么时候才要修？看疫情啊，都控制住。那万一，我是说万一真的怎么样？啊，找来就是万一真的怎么样？怎么对社区交代？好吧。就是要等疫情好一点之后才能修冷气。嗯，刚刚睡客厅没有，就是睡房间。他是其实我不是，是我弟的小的的生日礼物，我买的，不过挺便宜的啦。就那么，我那时候不是我挑那么小，是他挑的，所以。太好，他挑一个最便宜的，我觉得哦，太棒了，聪明。
下阿车上的行李箱。我下次可能想坐搭客玩，可是那个就比较麻烦。我希望是就可以先把那个。可以先把材料都准备好，然后再看看吧。等材料都到了之后，别好好生吧。第三只，哎，有一只熊超可爱的，就是我那天看官网以前没有，但是突然有一只熊超可爱的，给你们看。我以前真的没看过它，我买的是大象，我家的是大象，但是。有一只熊真的超可爱。会看运动比赛吗？不会，我都不看运动比赛。我对于那些好像没有什么兴趣。国中的时候看篮球啊，为了拿嘉奖。但是篮球我还对还可以看一下，但其他的真的就没有再看。都看美食节目，是的，我都看综艺节目。儿童玩具，给你们看那只熊，那只熊真的超可爱，超级。怎么可以那么可爱？很可爱的耶，这只熊超可爱的，好像跟它差不多大，可是很可爱。六月十七到七月七号，超商三品满800元。哎，妈咪，他现在十七号到七月七号，超商单品800免运，就是娃娃的那家店。都这样，都买完了才优惠。对啊，是真的。那我们刚才便宜啊，不好，我再买一只熊啊。可以，那只熊很可爱欸，放得下。谢阿春送的幸运四叶草。篮球比赛没有，篮球比赛我应该还看的比较。你看几次篮球比赛？我没有在看。哦，他没有看哎，没有看吗？没有。有吧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对啊。哎，那很好看哎。讲一下那个，但是我在的那三年没有拿过冠军，对，我毕业之后那一年就拿了冠军，我就觉得好哦，谢谢哦。刚刚麦克的兑换，哦，汉堡有啊，还有嘉奖，一堆嘉奖，真的是一堆、欸。我那时候就因为就赚了很多，很像豆豆先生台，对，很像，真的很可爱，朴素的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刚好六一八，哎，六一八是什么？为什么都要特？我一直不懂哎，为什么六一八就要买东西啊？六一八是什么日子？他们说六一八赶快买这样子，然后也一堆活动都在做。六一八是什么？就我只知道六一八要买东西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都在特卖，是不是？都直接记大功，哪有啊？你有在算你的那个吗？奖惩？对啊，他没有啊。应该没有学生会很 care 这个，我觉得。除非是那种警告太多不能毕业，然后就会想着要怎么把它消掉这样。对，大
但我国中拿的三大功有一个勋章，就是像那种徽章勋章有那个袋子的那种，等于我拿三大功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拿三大功，我忘了，比赛吗？我忘了，好像是比赛，然后就拿了三大功，但是我也忘记我比了什么赛，算了。特价，对啊，为什么？618很多网购特价，对，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是618？超怪的，就是我一直很好奇这个。要在那个勋章在学校里做，是没有了，那个勋章拿回来就被我丢在抽屉里。对，就是有一天突然叫我去领奖，我说领什么？他说领三大功，我说啊，我三大功，他们说对啊，我三大功。然后就后来，因为我后来要申请学校，然后就去看，哦，还真的三大功这样。我看一下，搞不好在这里。我记得我的那个在这里，有吗？对，我国中记录在这里。奖励奖励小工哦，我知道了啦。我是因为累积满三大功，焕发一星奖章。然后是什么嘉奖？可以随便定一个日期，也是。嘉奖，小工，校内活动表现优异，应该就是校内活动表现优异什么比赛吗？他怎么不写详细一点？校内活动萃油成绩表现者，他怎么不写的详细一点？反正学校申请完也是啦，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。表现优异，表现良好。竟然不是优异耶，可能我都好吧。有拿奖就好，对，有拿奖就好。虽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拿的，都不知道是干嘛干什么拿的。哎呦呀，放回去，不必一一细数。是的，我里面还有一个拾金不昧。我因为拾金不昧拿了嘉奖，我不知道我是捡了什么东西，刚在路上捡到钱，然后送去学务处吧，然后就被记嘉奖了。嗯，忘了，应该10块之类的吧，硬币最容易掉啊。拾金不昧，对，因为拾金不昧，然后被记了嘉奖，不错啊，乖学生，是吧？不知道，我好像捡钱就可以记嘉奖，应该好像是哦。嗯，不良担当，也没有到多不良，就是高中啦，高中比较不爱去学校。可是我记得我高中的奖也是挺多，反正因为我常常迟到，然后被记了一堆警告，但是
其他人都要削过吧，就是都要去学校削过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削过锅，因为我好像攻过箱底，或者是反正就一堆比赛还是什么，然后就攻过箱底，然后我就不用去削锅了，对，然后就继续迟到这样。形象不违和，我国中是乖宝宝。国中是乖的啦，是高中，高中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。蹲长裙蹲在路边，哦，不会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我不去学校的，不够就多捡一些十块去，还自己从钱包掏钱出来去换家奖这样。没有必要好吗？真的是很好笑。为了家长那么认真干什么呢？没事没事。对，为什么会讲到这个？讲啊啊，那个运动比赛啊，篮球赛，对。好的，我希望下个礼拜或许，欸，搞不好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直播会不会做，我可以可能可以先试做一次，然后拍成影片，然后如果成功的话直播上再做一次，这样感觉会不错。这是达克瓦兹的部分，都是帮教官换奖，我好像没有，没有，欸，我也没有帮忙过什么，好像也没有帮忙过什么，就是得奖吧，然后代表学校去参加一些校外的演出之类的，然后就会拿了一堆奖，就会拿了一堆功这样。对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那个我不知道有功，就是说要到隔壁学校去表演，我说哦好，表演走啊走啊，然后就很就没干嘛，就哦走啊表演什么，哦好好好好，然后去表演之后表演完回来，这样啊有功啊，而且还小功就蛮多的，我就说哦太棒了哦。还在外面可以打篮球的日子，哦超讨厌体育课的。不是因为迟到惯犯所以跟教官回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因为裙子太短，所以对教官常常来抓我。那期末考还 叫我去教官室背单词，说真的很想看。然后边吃早餐，然后对面坐教官，然后我就坐在他对面边吃早餐，然后边背单词这样。修短裙，对啊，我的裙子有改，一件比较长，一件比较短，可是都是改过的。大家来，不然很长哎，不然是到膝盖那种，一定要改的呀。很给，就是对啊，就是代表想要出去就会有很多功。现在签到高以上的 case 就是，对啊，他那个毕业典礼，你知道，就你们都看过的毕业影片，毕业典礼影片，那个就是好像也有功吧，那好像也有功，但那个是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找了，就是说，哎，可以帮我就拍一个毕业影片吗？他说，哦哦，要干嘛？哦，可以给我戏份少一点吗？哦，好好，那可以可以。我说，哦，戏份少一点可以，我只是为了不想上课，因为都用在上课时间拍，所以就说，哦，那给我戏份少一点。然后说，哦，好好好，可以。然后就答应了，然后结果竟然有功。好的，我先念个排名。第十名是耳机奖，第九名是依次，第八名是安，第七名是志宏，第六名是柠檬，第五名是杨公公，第四名是呛辣咖喱，第三名是阿川，第二名是小叉，第一名是朱新当。
谢谢你们，各种文章，对，就是大概是这样，对，因为那时候也有高也有大学了呀，然后就其实都没有在上课，都在那种看影片啊，看什么，然后指考的就指考嘛，然后其他就是比如说看影片啊，就自习啊，然后我们这些有大学，大概就是在玩手机，因为老师那时候也都不管了，其实就不要吵到看指考的人就好了，对。所以还是出去玩比较好玩，所以我就去拍影片。小蔡好少说话，小蔡感觉这那个来看直播的时候大概只讲了五六七吧，五六七句话。还去学校干嘛？我记得有，就是学校会放长假，但是到长假的日期之前都是要去学校的，对，就不知道要干嘛，很无聊啊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他们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好啊，就说给我气氛少一点。原来是我因为上号，最好是啊，怎么可能？在上班只能用听的。原来如此，上班加油，辛苦辛苦，职考真是很痛苦，真的职考真的要我再多读那几个月，我真的觉得我撑不下去。还有粉丝没有，我不会被骗的好吗？小差是小差啊，好的，那就下礼拜见喽。就下礼拜见了哦。影分身之术。好，大家拜拜，下礼拜见。拜拜，三、二、一。拜拜，对，可能会po个限动，给你们看成品，希望有成功，拜拜。谢谢阳光送的蜡，拜拜。